许志安、黄心颖偷吃事件爆发后，另一个苦主，也就是黄心颖的男友马国明，昨天他出来受访，还以女方还小不懂事为由保护他。有人说他是绝世好男人，有人说他笨，反应超级两极。发生情变，马国明却没有改变。为了不耽误剧组进度，继续上工。据香港媒体报道，他虽然表面不生气了，但私下却感觉很忧郁。被拍到在等戏时不断放空，面无表情，让人心疼。偷吃事件吵得沸沸扬扬，有商家脑筋动得快，跟上这波热潮。网友在网上分享一家马来西亚的眼镜行推出一系列优惠，姓马的一律七折，叫国民的一律六折，长得像国民的五折，长得像许志安的骨折，以另类的方式力挺马国民，真的让大家哭笑不得啊。非凡娱乐这里报道。